请原谅慈悲前道义鞠躬，坤道义鞠躬。请坐下。好。亲爱的前人、副前人、各位点香师以及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师傅午安。学校非常的欢喜，非常的感恩。 会当有即摆事情的机会来报告，啊，学校学习《道德经》的一个心得。其实咱学校吼，对于这个《道德经》吼，真正是抱着正正经经的心情吼，来学习啦。因为咱前过正吼，通知学校讲，假使啊，你要讲《道德经》无？ 因为咱学校参加道德经讲师的培训班吼，那所以前辈家的，咱学校讲啊，这个道德经你要来，这个学习哦，4月15号有这个青商经典班要开始讲道德经啊哦，学校讲啊是国语还是台语？前辈家讲台语哦，啊唔过，咱学校吼进前嘛甲咱讲，咱学校讲国语吼会较顺哦。 前过加工，啊，我今年无开国语班呢，去年啊，搁有吼，啊，今年因为咱一个制度吼，啊，所以咱就暂时吼，干开台语班，啊，学校就开始跳槽卡了，敢要接受吼，啊，但是呢，嘛是家己家己讲啊吼，爱突破嘛吼，就像那个毛毛虫要变成蝴蝶一样，要突破啊吼，好好学呢，就说好好好。 后续来学习，因为啊吼，诶，这个有时候学台语讲了无标准，但是可以进行拢做智慧的，会甲自动转成标准的台语来听，所以咱学校吼无咧都唔惊吼，安尼也甲你讲啊吼。那道德经呢是一部吼，足深奥啊，足深足深嘛吼，甚至咱学校咧读吼，语智慧无够，咱么都写袂啊。啊，所以呢。 这后壁报告若有无圆满的所在吼，请各位前辈多多包涵。诶，咱前辈教有个咱学校讲吼，讲，假使啊，你遐用台语教大家吼，讲读这经吼，吼，啊，咱来读用台语来读读这经，啊，学校吼，就知影家己读袂标准，臭年代，臭年代啊，所以定个请老师吼，教学校安怎读，所以吼，啊，学校就来请教吼。 啊，等下咧，咱各位真系甲学校研修一下，敢好？好，啊，学校念一句，啊，各位真系啊，第一念一句哦，敢好？哦，用咱的声音甲学校吼鼓励一下，吼，开始啊！天下该知味己为味，天下该知味己，书恶意，书恶意，该知善之为善。 该知善之为先，殊不善意；殊不善意。各有无相生，各有无相生。难以相成，难以相成。中断相形，中断相形。高下相倾，高下相倾。声音相和，声音相和。 真乎相随，真乎相随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书，行不言之教，行不言之教。万物作言而不实，万物作言而不实。生而不有，生而不有。为而不息，为而不息。 功成而不居，功成而不居，夫为不居，夫为不居，是亦不起，是亦不起，安尼敢袂得？好，感谢各位前辈哦，好啊，勇气，然后继续讲落去哦。那这一段，这一章的道德经哦，咱学校哦有一个。 心得啦吼，因为总是经典就是一部自我的对话，圣人和家己的自我的对话，啊嘛是留予咱
后代的众生兄弟姊妹，会当有机会来和家己的自我对话。啊，所以咱后行安尼一遍搁一遍，一遍搁一遍的读过了，啊，参考无同款版本的解说吼，后行就感觉哦，心内有苦，苦苦上即句话啦。哦，咱人吼拢生活伫咧无同款的心嘛，像某个以前嘿，咱为迄个早头吼，啊，坐到即马下晡两点，啊，等下咱后行来课三点半结束，啊，四点要闭班，嘿。啊，咱经过吼，安尼半工外的时间啊，咱有产生足侪无共款的心无？敢有？有吼、哦。头拄迄便当，咱中南便当敢有好食？有哦，有好食哦。啊，敢有人感觉无好食？这饭吼，敢若熟了。嗯。吼，啊，我喙齿无好。啊，若煮糜吼，我可能食搁较济。哈哈。啊，是讲咸香无够，啊，是这个菜我无介食。哎，这是一种念头吼，啊嘛，我今仔日这便当好食，吼、哦，啊这煮了吼，安尼嘛袂伤甜，嘛袂伤软，啊薄片啊 Q 底底正好食，咸鲜嘛拄好，这种是无同款的心哦。嗯，这唔是讲倒一种心较好，倒一种心较无好，吼、哦，这是咱当下的一个心的念头。那老子呢嘛甲咱讲，其实咱天下间哦，每一个人嘛，吼、哦。无一个例外哦，没有一个例外哦，就像当出世的红孩仔嘛，同款哦。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底，吼、哦，这个底就是咱每一个人拢有啊，拢有啥物，拢有这个认底啊，有这个色啊，吼、哦。啥物色，有这种分，这个无同款分别的色，吼、哦。啊，还有学者的分别，不是讲啊，你对我较无好，我对你较好，这种分别心无好的色吼。哦咱后下感觉讲，这是一个老子咧甲咱讲一个，这个世间的一个现象，哦，现象，哦。啊，咱每一个人呢，拢有这个认知，什么认知？拢会感觉讲，有一个水吼，诶、哦，这个认知了后呢，咱的念头内底就会分出另外一个念头，就是含咱感觉讲这个水无同款的一个状态，也是属性。咱就会予伊一个名，搁予伊一个无共款的心的认知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书吼、哦，这个书含字字足共的哦，足相像的哦，就是这个分析的色，同款的意思啦，吼、哦。书就是分析，啊，卖当讲字，吼、哦，就是搁分一粒心出来。当然有一心一个无共款的一个心走出来，咱会得走第二个心、第三个心，吼、哦。啊，后壁则嘛是同款哦，吼。咱有这个心哦，第一个心了后，咱后壁就有第二个心会走出来。啊，天下间的人嘛，啊，佫有一个现象哦，吼。这个为吼，就是是啦，是不是的是？认为讲啊，这项是水的，这项是仙的，这是第一种解说，吼、哦，第一种的解说。这是第一个赞处的，啊，第二个赞处就是讲，认为讲这项好，这项水，这项仙了。不是干那认为这是鸟，伊感觉好，伊就想要去追求。这个位吼，嘛有追求，伊都有作为出来啊。就亲像过前线，咱感觉钱好无？好吼，钱有够好，这是第一赞助的认知。啊，第二赞助的认知就是感觉讲钱好，那安尼我就要去赚钱。哦，这个赚钱就是这位，这个作为就造出来啊。哦，造出来啊。啊，所以咱感觉咱有应该囡仔大汉爱去趁钱啊吼，啊，咱比如讲啊，趁钱真好。啊，若一个成年的人，一个大人，伊若无去趁钱，吼、哦，伊若无去趁钱，啊，伫一般人的认知内底，伊感觉趁钱是好的。伊若感觉讲啊，这个人少年人啊，脚手嘛好好，该应该去趁钱，无去趁钱，咱就会认为伊这种状况安怎无好不善。咁是安尼吼，所以咱就有无同款的心哦。好，那后行呢，就以一两三个例来做比例吼。比如讲，过前下，咱感觉家己有水无？感觉家己真水的右手。啊，头先毋是拢讲有。好，安感觉安怎下才好水？像咱同款，家己同款安尼就好做水。哎，请右手。黄金比例。啊，拢无人讲右手啊。家己用够谦虚的吼。啊，像林志玲安尼有水无？哦，有吼、哦。啊，若像安尼嘞，
这个民族吼、哦、是住伫泰国北边，哦，泰国加这个缅甸，哦，伊这个交界的一个少数民族。这少数民族呢，人互伊一个名，这长颈族，就是伊韩国拢等等啊，安怎等等？就是这查某囡仔吼，因的女性，因的困到哦，五岁以后，五岁开始哦，伊的老爸老母。哦，爸爸妈妈都会伫阿妈滚吼，即、這个挂即个红圈呐、啊、蛋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即一年过一年哦，家己阿妈滚箍起來，吼、哦，啊一年一年一年会愈来愈重愈侪重，家己阿妈滚吼，安尼肩骨关关，啊其实毋是伊阿妈滚变关哦，是伊即个肩胛头吼愈低愈垂愈垂啊，怎低到吼人感觉讲伊的阿妈滚真长。为虾米伊那会安尼吼？因为因的祖先，因的祖先认为讲，咱人吼，这个坤天道都爱亲像这个龙同款，啊坤道咧，都爱亲像风吼，安尼才是好多水。啊，咩啊亲像风？风这种鸟吼，是阿妈坤等等，阿妈坤等等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坤道同胞吼，自细汉就。被冠上这种长脖子、阿妈棍等等，这是水的一种认定，吼、哦，一种认定。但是各位前贤，请问咱的前贤哦，不管是前道也好，坤道也好，咱五岁以后就爱安尼生活，咱敢袂？吼、哦，对啊，太辛苦嘞，吼、哦，太辛苦。啊，这就是伊这长颈族含咱。啊，咱吼无共款的一种心的认知嘛吼，啊嘛无讲伊哪里就唔对，啊咱哪里就对，吼，这是一种现象的差别啦。再来，比如讲各位前贤，咱做老爸老母吼，咱为人父母的，拢希望咱的家里是谁，吼，可以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当然唔是讲靠咱的老爸阿妈棍挂这些铜圈吼，拢希望讲因读册咱得啥物。第一名对吧吼？那无第一名无嘛，第二名、第三名，嘿，阿麦为头啊算后壁算来的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咁是安尼吼。所以对这个时势教育是不是就做用心的啊？做用心的，但是咱的用心含咱今日时势的伊的心内的认知的迄个心，咁一定拢同款，有差距无？所以咱才讲叫做代。高，咁是代沟吼。好，来，咱看一个影片吼，咱来想看卖啊，咱敢是不是原来常常安尼哦吼？这是陈才哥哥和他的爸爸，全世界的大人都是一样的，凡是我们喜欢的，他们都不喜欢；凡是他们喜欢的，我们也不喜欢。好，头前两句话就讲出。老子的重点嘛，有哦。他们喜欢的，我们不喜欢；我们喜欢的，他们不喜欢。所以有时候的日子过得很不快乐。你读书不读书？整天学什么武功啊？你要变李小龙吗？他死很久了，你还说你北地气？林飞当时就是以为自己很会打，才会给人家打断一条腿的。难道你还不怕死？喂，快说，别动东西，别动东西。喂，后面听得到声音吗？快醒醒！是自己讲自己爽，而我们通常都是假装在听，然后一边进啾啾啾啾啾，另一边出。我们到底有没有听进去？他们不管，只要他们有讲就算了。爸爸妈妈哦，都不来讲的，啊，今日是谁嘛？
就突然好出题哦。你看人呢，他讲得多爽啊！我看我们被淹死了，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唉，大人说了那么多话，为什么不明白多了就很难消化的道理呢？有时候我们真想把话说清楚一点。你还顶嘴，你话很多哦。妈妈教你是为了要你好，你还没大没小。我们用心良苦，是不想你走冤枉路。刚才我说那么多，你明白吗？为什么你不说话？你哑巴？对呀，说什么都要被骂，所以我们慢慢就变成哑巴了。这就是代沟嘛，因为没有办法横越跟父母亲之间的沟通啊，孩子嘛，怎样这个怎样表达他的情绪、他的想法，孩子嘛是有伊的想法，有认知嘛，伊嘛是有伊心内的蜜啊、水啊、那个神啊，嘛是拢有吧，所以各位前贤，咱今嘛哦，想看嘛吼，老师要甲咱讲的这句话吼，有哈。就是读了，家己问家己，老师要甲学校讲啥物？学校甲要甲学校讲啥物？学校会当为这两句话感受着啥物吼？学校感受着讲，家己爱想看卖啊，当下随时面对一件事的时阵，要安怎来这个了解当下的心是啥物心？咱来猜问题伫倒位，才有法度解决问题嘛？敢是安尼？咱了解即马是啥物心吗？咱即马是生气的心，敢是有咧生气无？还是咱即马是快乐的心？喜怒哀乐是倒一种心？了解自己即马是啥物心了后，咱才有法度来想适当的方法，适当的处理的这个决策，来互这个问题咱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嘛。所以老子吼，就伫咧后壁继续写，世间就是一个相对论呐，人世间嘛吼，咱的意识内底有真侪无共的心，但是这个无共的心呢，这种心是随时哦，随地哦，随着人哦，随着境哦，伊会变，随时随地在变的，拄着某某人啊，比如讲咱即摆做生气的。但是，譬如讲，拄到咱的前辈者，还是拄到咱的贵人，甲咱苦过，甲咱讲啦，咱人遮生气啦，生气的伤身体啊，伤感情啊，好气才会生财嘛。咱有听入去啊，迄个生气的心就无去啊。所以这种咱的心是随时随地改变的哦。老师才会甲咱讲吼，有无相生，难以相成嘛。中断啊，高下啦，声音啊，出征服啊，这拢是随时随地的这个。改变的啊，比如讲各位前线，今嘛是几月？这个过节是几月？四月，咱捌看过这种花无？叫做油桐花，有一个做水的名，叫做四月菊，伊就是拄好伫个四五月的时阵开花。咧开的时阵吼，哦，开山头吼，拢安尼白花，尾吼空中看落，就是敢那落雪共款，真水。咱若有经这个行高速公路吼，经过苗栗啊、新竹一带吼，就看到遮尔水的花。即马当时啥？油桐花的季节，伊伫咧树顶真水，咱伫土坑吼嘛真水，赏花步道。但是咱要看遮尔水的景，就是爱伫四五月的时阵，搁较早也是伤晚，拢看袂到。但是伊若花谢，明年会搁花开袂？所以这有无是一直在转变的嘛。好来哦，难以相成哦。他们各位前线，一台真大只的飞机，不管是啥物牌子的啦，要做一只飞机有困难无？是不是要开真侪钱？但是搁较困难的工程，伊嘛是。一粒螺丝，一粒螺丝，豆豆啊，锁起来，敢是？咱要锁一粒螺丝有困难无？有做困难嘞？真简单嘛，咱学校嘛会晓哦。甚至呢，这个无得头，三岁囡仔、五岁囡仔，伊的额头若有够，伊嘛会晓啊。
哈，像咱同学哈，诶，这个儿子哈，才十个多月，迄抽屉哈，迄抽屉也咧转的迄把手啊，吼，伊就安尼一直转，一直转，转转转，到迄内底迄支咧锁迄个螺丝，迄个锁转连起啊，所以要锁一支螺丝，也是要拔一支螺丝，其实是真简单的代志，吼，三岁孩童也做得到。啊，毋过要做一只飞机，咱就感觉足困难的。但是一只飞机嘛是真侪部分简单的代志所完成的嘛，吼、哦，所以难易之间，困难甲简单，伊嘛是互相吼来这个相成的嘛，来演变的嘛，中中段相形吼，来过前前，这两支演变都是比较长，一号、二号、二号吼、哦，但是有搁较长的无？有嘛？这四支都是比较长。四号，哎、欸，头拄仔毋是二号等，啊，即马二号行四号 B， 哎，敢那较短吼，所以这是 B 教来的嘛，吼、哦、B 教有 B 教啊，伊嘛无滴滴，所以 NB 二号含这支含东海进行伊是等的，但是当当有更加侪支 NB 出现的时阵，又阁是较短的 NB， 吼、哦。再来哦，声音相合吼，啊嘛有音声相合，这版本无共款啊哈。啊高下相倾吼，请问各位先生，咱台湾上悬的山叫啥物名？玉山吼、哦，玉山，伊是毋是真侪即个土山、大石吼、哦、啊岩石一层一层一层，搁安尼累积起来的？啊，咱若要爬去爬过这个玉山吼，还是去爬呀吼，看过迄种山吼，有一种山叫做贝壳山，奇怪哦，伊的土壤内底吼，竟然有贝壳呢。请问各位浅显，贝壳这种物件，伊是海生动物还是陆生动物？海里。海内底才有这种贝壳的物件，奇怪，山顶哪会有贝壳？哈？贝壳的化石啊，哦，待伫这个土壤内底变化石。迄就是因为咱地球，请问各位先生，咱地球是毋是有地壳运动？咱土壳会震动呢？请问各位先生，今年的地动有济无？哦，那足济哦，许下嘛，感觉讲吼，那搁咧地动啊。咱的地壳会震动的，伊这个地心内底吼有能量，随时随地吼能量累积到一定的天高了，伊就爆发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个所在关山顶头竟然有贝壳化石，就是代表。这个所在伫较早，不管是几啊百年前，还是几啊千年前，几啊这个百万年前，吼、哦，搁较久、搁较久以前，伊可能就是一个大海的所在。因为地这个地球吼，伊、哦、这个地壳的运动吼，火山爆发啦，还是地壳在挤压吼，啊，予伊大海吼、哦、变高山，啊，所以呢，伫咧高山的土壤内底会出现这个贝壳化石，吼、哦。这个声音相合吼，请问各位先生哦，这个声甲音哦，有真侪款的解说。啊，学校呢，采用一种咱较学校较容易这个理解的啦吼。譬如讲，咱的声有五音，这个、音有五音嘛，吼、哦，咱中国的这个音阶，譬如讲西方有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嘛，那咱中国呢是五音嘛，吼、哦，宫商角徵羽。那么声呢，吼、哦，这是。诶，咱如先祖的解说吼，声就是咱人的这个声。请问咱各位先生，咱人的声，咱若快乐的时阵咧讲的话的声，和悲伤的时阵的声，有共款无？无共款，感谢咧，人一听就知影，吼、哦，人一听就知哦。爸爸咧甲这个囡仔话讲，来食饭哦，吼、哦，来食饭哦，来食饭哦。有共款无？无共吼，有欢喜的声、生气的声、哀伤的声，啊嘛有轻声甲这个浊声吼，这有五种声的分别。那么咱这五种声呢，吼嘛有无共配合无共款的音调，这是会当互相来相应、相对应的吼。好来，各位先生，咱头拄仔听国歌有好听无？咱即马来听一个西方乐器的演奏。咱会当对伊呢音乐内底感受到，伊是抱着什么款的心。
来演奏这条吼、哦、真正哩好听的音乐哦，《奇异恩典》哦，这首音乐叫做《奇异恩典》。这就是咱声音相合吼，相对应的，从咱心内的这个感情，迄种喜吼，迄种悲，喜怒，这个喜怒哀乐，透过这个音乐流露出来，吼，再流露出那种感情，前后相随哦。请问各位先生，咱地球是圆的还是扁的？圆的。今仔日咱行伫咧人头，行伫咧人的头前，唔免坐，一步就好。站在人的头前一步，一步远的所在，咱会感觉讲，咱家己超越人家无？咱咧颠倒来想哦，前后是相随的哦，地球是圆的，看起来咱敢若加人行一步吼，但是若以地球圆的来看，咱卖当讲咱站伫咧人的后壁，差四万外公里。因为地球吼，地球是圆的嘛，伊的圆周细一日、加一日，就是四万公里，吼、嗯哦，四万公里哦，吼、哦，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讲，前后伊嘛是会改变的哦。咱换一个角度，换一个想法，就感觉讲啊，无一定，见头前后壁伊就是绝对的，无一定哦。好，啊，这是现象界来讲，现象界来讲，今仔日每一课经拢是要讲咱心内的。心境，咱内在的心境啊，吼，内在的心境。请问各位前贤，有无相生？吼、哦，有无相生？咱的这个生命，吼、哦，咱的生命一代换一代，吼、哦，生生不息嘛，吼、哦，生生不息。啊，难易相成，咱唔好感觉讲二修都真困难。请问，搁较困难的代志，嘛是一步一步。慢慢啊去累积的，敢是安尼？吼、哦，中断相形吼，即、這个长跟短吼、哦，高下深依前后，正如甲咱讲，不管倒一种，
吼，唔管倒一种，咱倒一种的认知啦，吼，拢是咧心内即个小天地的一个对应，吼，一个对应。咱的心内嘛是安尼哦，外在的天地，天甲地是一种相对的状态嘛，咱的心内嘛是一种相对的状态。天书吼，要伫咧相对的天地，吼，天地中。不管是外口的天地，还是咱内在小天地吼，想要过着幸福平安的日子，先有甲咱讲，咱平时就爱，过前前咱甲这八字念一摆，敢好？见好纳善心安其所，嘿，咱就爱甲咱的心所在，咱爱甲咱的心哦，遮尔济，即个无共款的心，安怎来甲转化，来甲转变，会当？变成一个幸福平安的心，那呢呢，喜神哦，才会来咱保护啊。啊，其实喜神就是咱的自信嘛，吼、哦，咱的自信就是上好吼，上、哦、好的活菩萨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观世音菩萨不就跟咱讲吗？如果我们不回头嘞，如果我们愿意回头，何须他来救苦救难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咱就是这家己吼，会、哦、当。上好上紧，会当救家己的一尊观世音菩萨啊！那老子呢？伊伫咧前半段，吼、哦、前半段，甲咱讲吼，咱的心嘛吼，随时拢会因这个时空来变化，所以咱唔免执着着每某一种心，一定是爱安怎，因为天地是相对的。所以圣人呢，吼、哦，圣人伊有这个管理这个心的方法无？有。圣人哦，就是最高哦，会运用情绪管理的人呐、啊。现代的这个学者讲，咱人哦，爱要管理家己的情绪。这个，咱有七情六欲嘛，啊，七情六欲伫咧现代的这个教育家来讲，伊就吼，吼种，吼种情绪，吼、哦、情绪。啊，情绪爱管理，要安怎管理？像咱的去这个公司也好。不管是大公司、小公司，拢嘛有行政的管理、企业的管理。咱的人生嘛是同款，爱爱知影要安怎来管理，吼、哦，管理咱的心。是以圣人助无为之师，行不廉之教。这就是圣人伊管理家己的这个心的方法。无为不廉，吼、哦，无为甲不廉。那像是圣人，请问各位先贤，像是圣人。老子是咪圣人？是。啊，孔子是咪圣人？是。啊，你家己是咪圣人？哎，啊，那是变无去啊。是。圣父甲咱讲，咱慈悲，爱思想，看啥？看真人有来无了？啊，是看咱隔壁这个道亲有来无？敢是安尼？不是。爱去思想，看家己的心。哦，道是修道，是要修家己的心嘛。修道修心，唔是要修别人的心，是要修家己的心嘛。所以道是爱往家己的心上去找啊，往家己的心来去找，家己心有心，今嘛有道无啊？所以往自己身上观的人，已经今仔日所行的路，就是圣人之道，伊就是一位圣人，哦，伊就是一位圣人啊。往别人的身上去看，啊，今仔日伊奈无来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啊，今仔日伊奈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修道修到安尼，吼、哦，这个是小人之道，表示家己的心，吼、哦，啊，无阿多就这个容纳吼众生不同的心。像我们各位想一想，咱的心内有多少无共款的心？咱的兄弟姊妹心内是不是原来有无共款的心？吼、哦，啊，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心？伫咧这个天地内底，要这个合作，人讲要和其光，同其尘，是不是就是一门功夫？吼、嗯哦。所以圣人不是别人哦，圣人就是会晓讲，把这个修道的这个真理，摕来家己的这个心内用，改变自己的人，伊就做圣人。啊，其实咱在座每一位，这个前辈者，咱的真贤大德，拢是圣人啊！咱每一个人拢是圣人，咱拢的自信就是圣人啊嘛！咱拢有迄个智慧，知影讲要安怎来管咱家己的心哦。只是一时迷昧去尔，一时迷昧不代表我们是永远迷昧的哦。请问各位前贤哦，十恶不赦，
杀人放火，伫咧监狱内底，互判无期徒刑，互判死刑的人，伊敢着是永远拢安尼吗？伊敢永远拢袂改变吗？哈？唔是呢。伊即世人，也是伊即当阵有迄种杀人放火的心，无代表讲伊生生世世就一定拢会来杀人放火呢。伊是会迄个阴地的，但是若讲伊知影讲啊，也是讲又拄到贵人，伊的心是会转变的哦，吼、哦，心是会转变的。伊若拄到较好的这个环境，哦，伊的四周围拢是修道人，吼、哦，就亲像平主讲的，把一个人送去济国。唔免待久，待一年就好啊！伊就会甲你，伊，比如讲，伊是这个鲁国的人，伊就会甲鲁国的话放袂记啊。因为伊四周围拢是齐国的人嘛，伊讲的话拢是齐国的话啊。就亲像过前线，咱的父母亲啊，自细汉吼，咱自细汉就甲咱送去美国，请问过前线，咱即摆转来是讲啥物话？美国话啊，咱家己一句都听无啊，莫讲会晓讲啊，一句都听无啊，迄就是环境。造就的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每一个人吼、哦，拢这个有圣人的资质，有圣人的自信嘛，自信永远不变的嘛，吼、哦，只是这个环境呢，咱有当时啊，叫受这个霾霾气，咱的污染气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圣人伊就是会晓管理，无受这环境的影响，吼、哦，助无为之师，任何一件代志。任何一件这个事情吼，伊拢知影讲，哎呀，家己的心放伫咧无为，心安其所嘛。啥物叫做无为啊？无为之师，无为之师是啥物事？后下拄好看到这篇圣训哦，感觉讲啊，无为之师就是老师甲咱讲的，办圣师、办佛师、办众生兄弟姊妹当了脱生死轮回之师。知影讲，互家己的心会当了脱这个喜怒哀乐哦，这种喜怒无常，吼、哦、起起伏伏六道轮回，会当为遮解脱出的这个圣书大书，希望多年会当为日常生活中去体会，体会啥物？体会讲咱含咱共事，吼、哦，不管这个人是咱的这个厝内的亲人也好。咱道场的道亲也好，咱公司的同事也好，也是咱有在做学生吼，咱伫学校和这个同学和老师互相之间是有善解，吼、哦、有善解无？因为这个善跟不善是相对的嘛吼、哦。咱会感觉讲，伊的善对咱来讲是不善，但是咱也会当了解讲，伊讲这句话，也是伊这个决定，伊的原意。伊的出发意，伊的出发点伫倒位，咱就豆豆啊，哦，来转念啊，其实是有偌好，哦，只是伊的口气，咱较无法当一时来接受，是毋是有去体会众生伊的无方便？咱动手的时间是毋是这个有遐尼侪时间来参办无？有听声毋是伊无愿意呢，是伊不得已呢？哦，老板有常时若讲啊，咱来加班哦，这个月可能较辛苦，爱加班哦。咱嘛是互相嘛，吼、哦，互相。啊，体会众生伊伫咧这个生活当中有做些不如意的时阵，咱是毋是咱站伫咧伊的角度来同理他的心，咱就会知了解讲伊的需求是啥物。办事是上天的代志，毋是咱个人的私事哦。哦，处无为之师，就是咱要来办上天的代志。所以既然是上天的代志，上天就是众大家嘛，吼、哦，众人嘛，吼、哦。大众的代志，咱就爱听别人，吼、哦，是毋是有伊的这个会当接受的意见是啥物？伊的建议是啥物？咱甲大家来合作，因为办圣书是共办的嘛，吼、哦，会当来和平和气才能生财。哦，啊，若过去诶，过前前好去诶，生财过去诶，会烧台哦，会用火烧台哦，用刀啊烧台是伤人诶心啊吼心，啊若用火烧台咧，伤人诶心吼，伤人诶心哦吼，啊心时
哎，莫先生，爱莫大于心死呢，吼、哦。合作、和平、欢喜，啊，皆大欢喜，大家斗阵来办这场圣事，吼、哦，圣事。那么，祝福为基础啊，今仔日咱要办的一件事吼、哦，每一件事哦，拢是圣事哦，唔管是管家己的心也好，家己甲家己讲，咱只莫通生气。啊，咱听到一句无介意听的话，咱唔通生气，唔通生气。这件事嘛是圣事呢，因为含咱的自信有关系，就是圣事嘛。哦，所以大大小小，咱也用圣人的眼光来看自己，每一个念头。哦，拢是含圣人，会当超脱，会当超生了死，拢有关系哦。母为哦，伊要做这件事，一定要有一个态度，要有一个观念。家门办众生的生死大事，办三朝大事有轻松无？哪有轻松？无轻松，但是伊有价值，敢是安尼？请问贵先生，台积电的工程师薪水有关无？有，但是有辛苦无？真辛苦啊！吼、哦，诶、欸，就是因为伊遐尼辛苦，所以伊才有遐尼侪个薪水，伊付出的真侪，所以得到的价值比别人较侪。吼、哦，所以母为呢，因为即、這个咱要改变自己的脾气毛病哦，是一件真辛苦的代志啊。但是咱千万唔通求咱一时的快乐哦，不求家己一时的快乐哦。来耽误着家己会当超生了死永远的快乐，吼、哦！超生了死才是永远的快乐啦。请问各位先生哦，今仔日咱的心情啊，一直起起伏伏，起起伏伏，有艰苦哦，足艰苦的吼、哦。迄暗时是袂困的，失眠哦。科学做一个比例哦，等下，吼、哦，咱也请各位先生来爬楼梯做运动，但是爱爬一百摆。今日爬去到四楼，搁落来，今日搁落来，今日搁落来，袂当坐电梯哦，一百摆，还是去爬101，一百摆，一百抓啦吼，会忝的，忝，吼、哦，会忝啦，啊，恁的心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，同款的意思嘛，真忝啊，吼、哦，真忝啊，好、哦，所以为着众生呢，咱是求众生，众生包含。外口的众生，甲内在自心的众生，吼、哦，咱求这个众生会当得安乐，唔通只求吼、哦、自己一时的安乐，嘛唔通只求吼、哦、自己短暂的快乐，嘿。哪里要来办这件圣事，办这件佛事，对的，就会吼、哦、无怨无悔啦，因为心甘情愿嘛。哦，心甘情愿就会无怨无悔哦。好，他们各位浅浅。咱的天道的变动就安怎？运量较重对无吼？安尼
咱若分刀吼，咱就食量较少啊吼，啊若底伤济是食袂完，吼安尼食袂完吼，啊咱人啊人拢食饱，咱要互食嘛歹势，啊要倒掉诶，又搁讨债吼，所以咱诶厨房钱是嘛足大事诶，吼会当为着虽然吼哦无共款，要包无共款诶便当是毋是嘛嘛食嘛真够工。加搞缸，但是他的厨房前嫌处无为之事哦。他有没有求自己的方便？没有嘛，不求自己得安乐嘛，但为众生能够吃饱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就啊，这天道的正话数量有偌济，这应该包包较分量较济，啊，这个分道有偌济分啊，这几间这边的便当体啊吼，啊，较底分较底较少的。从一点点小小的地方，就会当看到咱修办道的用心吗？哦，这老恁老师神父嘛是拢安尼哦，伊若来开神父班吼，第一个叫出来吼，请叫出来边领果，领这个捧果、领见果吼，拢会请咱厨房的前线出来领果哦。伊感觉讲哦，恁一工够够辛苦的，然后伫遮坐坐咧洗脸去，啊恁伫灶骹创啊？吼、哦，好火对无？好火流汗吼，唔是干呐讲这个灶头有火气尔，有当时啊吼，吓甲心内嘛有啥物，火气嘛吼，所以老师拢会这个请这个厨房的前线吼出来鼓励吼，来甲伊鼓励。那不言之教吼，咱每一个人拢有这个智慧哦，知影讲咱要有影响，咱每一个人拢有影响力、影响力哦。唔是讲迄种大明星啦，是总统啦，是有名的人，伊才有伊的影响力，唔是。一颗小螺丝钉，伊伫咧飞机的顶头，伊嘛有伊的影响力呢，而且是关乎有含这只飞机伊是毋是当安全起飞降落，这么重要的影响力。啊，各位前贤，咱都会认为讲家己就亲像一粒螺丝钉同款。遐尔不起眼，但是咱的影响力大不大？大啦，哪里大？跟自己的自信能不能超生了死？虽然老，虽然咱拢来求道啊，虽然咱拢来求道哦，迄张表文拢收起来哦，天公挂号哦，但是咱若无收，心内若无收，咱的脾气毛病若无气度，咱就会当这个九品莲台咁坐稳，会挂乱的。所以吼、哦，有足侪修道人有回去啦，有回去哦，有回天哦，但是是回倒一个天，咱敢知？有一本册叫做《天佛院游记》，搁前世咱有兴趣，甲摕出来现看卖啊嘞。有足侪人真正拢回去啊，但是是回去坐天牢，安尼是毋是嘛是回天？吼、哦，毋是地牢哦，毋是地牢的地牢哦，是回天，但是嘛是一坐。关在天牢内，好，所以每一个人真正拢有影响力啦。啊，对自己的九玄七祖是不是同生同降啊？好、哦，好，所以咱每一个人不求家己的安乐，每一项事拢是为着众生，众生就包含咱家己啊嘛吼。含咱的有缘人会当同生同降，这件代志来安尼抱着这个心量来做。做较济咧，啊讲较少诶，啊若要讲吼，就讲重点，吼、哦，话多不如话少嘛，啊话少不如话好，恰恰好，嘟嘟好，吼、哦，以身试道，以身试道，那咧即个教吼，即、這个教就是影响力，影响力就在当中，教育吼、哦、是。潜移默化在做，在默默的影响啊，哎，道哈、哦、是这个默默的在影响哦，啊，德是这个静静的回响哦，一个，所以它是道德是潜移默化在作用在演变的，不是哈、哦，咱一年两年就看会到作用哦，所以咱咧持之以恒就是安尼嘛。来，林妙天尊一下，林妙天尊一下，嘛是咱老师嘛，再讲话好啦。如果咱能当一心习德，即、這个伫咱个身吼、哦、信心身口意，逐项拢有德，就亲像咱早头吼，咱个即个陈助理吼、
陈副助理吼，伊讲的啊吼，咱是毋是食饭嘛有刀？敢是安尼？走路也有刀无？连上厕所嘛有刀吼？搞到搁浅浅，咱去上厕所的时阵有没有轻轻开门？啊，轻轻关门吼？以我们的身来视线道的道尊德贵，那安尼哦，咱以为你们众生对咱有信心，咱免讲伤济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做来做较济。所以咱的《油点判书》嘛讲啊，讲这个陈述局，陈述局吼、哦，这个人讲外国有着奖的咧，卖菜哦，卖菜咱卖到着奖的。但是，毋是讲伊干卖菜着奖尔，是因为伊卖菜啊，家己欠的钱安怎？布施吼，这个救人。那今年呢，因为伊这个身体的关系哦，伊准备去医院。步伐缓慢的爱心菜贩陈述局，终于又出现在镜头前。虽然脚力明显变差，但精神看起来非常好。把身体都健康了，我要谢谢所有大家的关心我的人。开玩笑的说自己不爱读书，不爱写字，只好借这个机会说谢谢。看起来气色不错的他，聊起退休生活还是不忘行善。因为当年我妈妈跟弟弟是没医药费而亡身的，我想在我们台东成立两个急难救助金，这是我很希望做的。聊起往事，忍不住哽咽了。他回忆行善的初衷，将来成立急难救助金，就是不想让遗憾的事重演。之所以选择在高雄宗教道场 long stay， 目的是为了养病和修行。述局阿妈今年二月初病倒在菜摊上，被紧急送医，发现是盲肠炎破裂，赶紧开刀才救回一命。之后他的菜摊就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了。如今确定菜摊将交给弟弟和侄子经营，述局阿嬷未来会在台东高雄两边跑。对他而言，尽管卸下菜贩的角色，对行善这个职业却永远没有退休的一天。对，我们县长就宣布说我要退休，我有跟他讲我要退休了。可是我这个帮助人这个我会继续做。东森新闻王国龙、吴玉玲，高雄、台东。这个陈述局阿嬷哦，伊有一个足慈悲的决定，伊讲伊一世人所欠的钱哦，伊要伫台东哦成立这个救助金，有需要的人就来甲县政府申请。会当来这个得到一笔这个救助金吼，改善暂时来改善生活，吼、哦、救助金救人之急难如救火，嘿，伊讲哦，伊一世人吼、哦，这个伫台东卖菜，台东人诶做天意诶，伊且好多欠我侪钱嘛吼，啊伊搁足欠诶嘛吼，啊唔这个。一世人会得到台东人的温情，所以伊要把伊所欠的钱回馈在台东，吼，回馈在台东。啊，伊唔免解释伤济嘛，伊就是做啊，吼，不言之教，伊的影响力就造出来啊，吼，造出来。那么，这个短片嘛，就有意思啦，咱先看卖啊。这就是大陆的一个影片嘛吼，啊，收破烂、收废品，就是咱台湾的，什么？叫李纸嘛吼，啊，有歹虫、毒蛇、虫卖无啊？袂使你来哦，你当作清气，安尼做垃圾的哦，袂使你来哦。爸爸，我妈妈正在车上，我去拿。咱看这查囡仔创啥物哦？你阿一块整阿干吼？现在镜头要来请哦。
打给你。哦，朋友靠电话来召集哦。不能让老婆知道。啊。
一句话拢莫讲哦，请问各位前贤，若一句话拢袂当讲，那安尼游学今仔日起来吼，三鞠躬就会当落呀。吼，安尼游学嘛就欢喜个啊吼。所以不言之教的是，那哎，这个要做的比说的要多，做就对了，哦，做就对了。来，各位前贤，这张相片有一个标题，我说什么？赢得世界掌声的跑者，即个赛跑的即个运动员，后边迄个哦，后边迄个，吼，赢得世界掌声的跑者是即后边迄个，请绿色即个运动员。为虾米？那不是世界比赛的金牌，那为虾米那是世界的掌声？因为伫即场的比赛内底，即个黑人的选手吼。伊有头靠尾哦，拢走赢，拢走伫咧即个后壁即个白人选手的头前，走足远的哦，毋是干呐一步两步的距离哦，是赢足济哦，赢足远的距离哦。但是因为伊是外国人，伫咧即个所在比赛的国家叫做西班牙，西班牙讲的西班牙语嘛吼，啊伊是即个黑人国家的运动员，所以伊听无迄种西班牙的话，就亲像咱若去美国，还是去英国，是去倒位，咱嘛听无啊。啊，伊就以为讲，哦，迄个现场拢有布置嘛吼，接近终点咯，诶所在有一个气球的拱门，就是像咱结婚有无？有迄气球，还有一个门安尼圆半圆形的，伊就以为讲，迄个气球拱门的所在就是终点，伊走到遐就停落。其实终点是伫咧迄个气球拱门头前十公尺的所在，边仔的即个观众吼，一直甲喊：“你还阁继续走啦！你还阁继续走啦！”请问伊听有无？伊听无嘛？伊就乌人听无西班牙的话啊！伊当作讲：“哦，你足牛的，你足牛的啊！”哎，就甲大家咧，有无？后壁即个白人选手是正西班牙即个国家的选手。伊听有啦，伊走到位了，伊听到哇，啊我头前迄个选手奈停奈奈奈停伫遐，他说哪有行哦，有行一停哦，冲过啦，第一秒就啥，就是我，人咧有行个，迄个心动下都唔性命哦，即个白人选手吼，伊就甲即个黑人选手讲，因为伊讲伊嘛听无对吧，伊就用笔个，伊就甲拍顶下头。要用憋就对了，吼、哦！哎，我走，这黑人选手拢一直走伫伊个头前。其实唔是黑人选手走伫伊个头前，是这个白人选手一直走伫咧，跟伫咧伊后壁就对啦，吼、哦，跟伫咧伊后壁，一直等这个黑人选手，这个黑人的运动员吼，走到终点，走到位了，这个黑人的选手嘛，跟伊后壁行到位，走到位，所以谁是第一名？黑人，谁是第二名？白人，但是现场几啊千名的观众，拢同齐来拍鼓啊！这个掌声是要给谁的？给这个白人选手。嗯。伊的教练无因为安尼来生气，伊这个五学生，吼、哦，我教你教这侪年，比如讲奥运嘛四冬才一摆尔对无吼？我教你教四冬，就是要让你摕金牌，你既然遐尼讲无。伊落来了后，伊就甲骂嘞：“我以你为傲，吼、哦！我教那么多学生，教遐尼侪学生，教遐尼侪运动员，就是你，吼、哦！我感觉讲我做有成绩个。你毋是一个运动员尔，你是一位运动家，一位运动家，有运动家的精神，嘿！不言之教啊，吼、哦！这个消息，这个话一出来吼，哇，足侪！”看到有感受的人，伫咧伊个内心内底，嘛会产生讲啊，以后我若拄到人生的问题，我是毋是会当亲像伊安尼，吼、哦，第一名甲第二名敢有差？
有啦，一个是金牌，一个是银牌嘛吼。但是，咱的人生到落长啦，咱的人生敢会因为讲，咱捡摕一块金牌，就差去倒位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，吼。好，那圣人哦，咱每一个人不求自己得安乐，但求众生得离苦。这个以身试道做得对啊！最后哦，咱老师、咱圣人，这个老师甲咱讲哦，咱学校的体会，这个短短的体会，咱若安尼修哦，这个相对的现象界内底，咱会当处无为，咱会当平不平，以后咱的心的成就。有一个气度，人讲大气不割哦，哦，大气不割，但有一个大气度，什么大气度？圣人不辞，不由不是弗居，最后嘞，因为弗居啊，弗居洗浴不起，这是孔老夫子伊所留落来的一套叙述。啊，因为古早哦，咱早头哦，点燃师讲师嘛，拢有讲哦。圣人伊较早留落来的经文哦，伊是无标点符号的嘛，对无？嘛无段落啊，因为但是咱的地位无遐悬啊，所以咱一定靠有一个标点符号，咱要理解吼，嘛较容易嘛吼，遐好对。即个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注解啦，啊无一定是正确，但是咱后下感觉讲，安尼读，咱后下会当理解，啊，搁会浅显参考看卖咧。万物作焉而不辞，有下个后边吼，这个粉红色括号的所在是咱有下搁踢入去的，搁踢入去的。头前的这个作啦、生啦、为啦、功成啦，有下个感觉吼，有下个这个心得，就是万物头前的这个四句吼，前半段拢是咧指万物，吼，因为咱要共同修班嘛。好，共同修班，等同咱活的万物，咱的有缘人，咱的一切嘛好吼，一切咱有缘人，不管是亲人啊，还是即个同事同学，不管啦吼，咱外在的万物，啊嘛包含咱内在的万物，咱内在每一个心念的作，每一个心念的心，每一个心念的为，每一个心念的行，吼，啊，咱的有缘人的作心为行。面对不同的阶段的成长的时阵，咱心内的气度，吼，咱心内的这个大气不割的这个心吼，爱不时不幼，吼，啊，不时不低。什么是作？什么是作？作就是这个气啦，就是当当咱要去度一个人，请龙飞先生，要去度一个人，好，伊愿意来求道，比如讲这个状况、状态，吼，做作。吼、哦，因为伊来求道哦，伊迄个心有法起哦，吼、哦、作。哎，佫愿意来第二摆，生，吼、哦、生生不息哦，迄生哦，迄、那个生起出来哦，通常是做者求道人哦，求道了哦，就无第二摆啊，是不是安尼吼？伊佫愿意来第二摆，嗯呐，愿意来第二摆，第三摆、第四摆吼，一直生到最后伊佫。进一步的赞助，伊愿意来为，伊愿意来学习，哦，来这个是咱的人才教育班，也是咱地方的礼节班，咱地方有啥物宣传班，咱地方有啥物教师班，也是中心的啥物班，一步的成长。最后，哇，伊心熟啊，伊心会当有咱道场哦一个新型人才的操班的能力。哦，而且好啊，哦，还是伊搁进一步，会当来做讲师啊，吼、哦，进一步愿意去开放，吼、哦，一个弯啊，吼、哦，真的，一站一站来提升，好、哦，请问各位先生，咱一世人吼、哦，度一个人会当予伊做生为成，度一个就好啊，咱的功德有大无？